我挺想听你是如何套路百姓鱼的。我没有套路百姓鱼。那你们怎么玩的？我们就是自从有了你们什么，我没有三百，然后就没有了我们新鱼。就是跟百姓呢，就是我们一起跳人间贵族的时候，然后他是个有趣的女人，我就对这种有趣的女人呢就比较有兴趣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穿的什么衣服，来先从百姓鱼开始。百姓鱼。身心就会越痛，我只想飞在我的天空飞，我知道你会在我身边，回忆的画面，记录的语言，爱始终是你手中长长的线。啊，我用什么用流行换取百姓。啊！你现在当百姓鱼狗没当够吗？不认识百姓鱼是我的狗，我还没有同意呢，是你自己单方面擅自决定的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狗。对，我要没有同意呢，要经过我的同意，我们俩后面。你同意了？你没有经过我同意啊？为什么要经过你同意啊？他让我换你，我凭什么换？他我说他是我的狗，你给我什么好处？不行，你让我只当事人的意见，我为什么要成为你的狗？你真的还愿意一直成为你的狗？我拒绝。可以，他同意了。我拒绝，同意了。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还剩你们了。假的，这样吧，就你们每一个人跟你们的伴儿说一句话，好不好？就是待会儿可能会，就是你要跟人家竞争呢，对不对？就像你在我身边的温暖，生命有在场的你最高，太多遗憾，越成长越觉得孤单，我很想飞。虽然你看不出来我现在有多紧张，但是我现在真的很紧张，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。我已经想过各种可能的结果和答案。就是改变和变化，无论是从有刘海变成了没刘海，你所叫的从可爱小山变成性感小山啊，没有没有，就是而且我还成年了，就是对，就是觉得还行，我还没成年呢，别装了，别装了，然后还收获了很多东西，对，像百姓是我新的快乐源泉。